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 First blood. 全军出击！ 洛克萨斯之手。那鱼在那挪啥呢？那鱼。 哎呀，舅舅！太垃圾了，这洛克萨斯之手，怎么连那鱼都打不过吗？无论他们怎么拼命，战争也不会止息。散漫了。为啥不是致命节奏？那没带呗。 王之人自满而软弱，狼群却是勇者即可。典言也不应该呀，落手一局打那鱼应该随便打。这波是落手的问题，跟我蓝莲汉没有关系。每个国王都有受限，其中有些尤其短命。 喂，圈儿，喂，来人了，一个拉，哎，舅舅，那鱼为啥没晕？真正的英雄，君王的骨血飞升。 你要来，我们俩怎么感觉得全死？反抗者死！这不害人吗？ 我被害死了。要是有必要，我连死亡也要推翻。战争来个必须是吧？男人和君王，还有猎物。 先拉他，先拉他的话呢，我们就没办法打后续了。这波他只要一套打不死我，他就死了。哎呀，我外圈光，啊。
他拉的什么玩意儿呢？诸神与诸王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。回家了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的狼群渴望皇室的鲜血。副战绩无敌，闻所未闻。你看看我的护甲吧，副不副战绩的？如果他们不愿放弃权柄，我就亲手夺下来好了。我外圈刮 A 阶点数 A。刮回来 A 级减速外圈刮接平 A， 不能跟他耗，你跟他打一波。你个屁！哎，这玩的啥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臭了，哎呀！今天状态不对劲儿，不对劲儿，哪里有点问题？生来就为终结暴君，以烈火洗礼他们的王国。有点菜，确实有点菜。今天于小飞没上班是吧？赖他了，他不直播我玩的我都没劲，我这英雄玩的。他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来了，邀请他们。160，插个眼儿。德玛西亚将会血流成河。哎，小兵卡了我。这我得劈他啊！鳄鱼能回血，你给我回来吧你！嗯，点到为止，叫人，你可奶奶的，真不要脸，真不要脸。你是真不要脸呐！我的个妈呀！俺俩打成这样，你给我来了一手叫人，你要脸吗你啊？脸呢？给我杀他剑圣！快快快快快快，往里飞，往里飞，往里飞！就搁里头呢，就搁里头呢！给我杀他！给我杀他！你俩！
不要脸。他来我这把，谢谢。已经到你门口了，血腥，受不了。谁乱配进了？他可血了。自由也好，自制也罢，名字无所谓。你咋这么猥琐呢？原来旁边有人是吗？我一个一杠四的，我都没说猥琐成这样啊！完了，这把算是完了。全完了，这把我要出纯右啊，纯右，出完挺进我就纯右，我也不出三项了。你站错队了。说对了，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邀请他们来高阳。蓝枪是个中的吗？这把看打团发挥吧，巨蟹算是够呛了，这是没法刷的，废物了。去战斗吧，去杀戮吧。不过这那鱼也不跟我打，他也不杀我，挺好的。我也不急，我劣势局我急。全都拆光，回家，不回家，钱不够啊，差300块钱，可悲呀、啊，强者。不生，哎呀，这招没中过。剑圣来一波，剑圣，剑圣。再见。你这杀不了我，你扯淡呢！等他大没了啊，剑圣。
是可以起飞。杰斯我来了。来来来来，打劫！要我说撤吧。抓住心中的野兽，然后变成它。真僵啊！我操！这么僵硬吗？啊？如此一说，那落手，我他妈又封印了，我这一看呢，玩不了了。我许你自由，在你死后。落手都疯了。那太菜了，这怎么能玩成这样呢？还是攻速有点慢 ，A 不出来。别高的来了，没事，慢慢打吧。我们家有个乌鸦，太行。看看能不能搞个二发。现在我们是十一级，关键我这一杠五级最高，确实有点难办吧。不好整，那抠野怪都他妈没抠到，看。做出了选择。了解他们，这陷入虚弱的世界，我拯救。可以的，飞机。回家吧。出去的吧，是要上千年的火族武器，来点攻击力。不行，还是得诱啊，还是得诱啊，这把没虚击环境啊，玩点吧，先半诱。蟹棒，哎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寒冰可以杀。哇塞，先减速拉回来，平 A 接外圈刮接平 A， 接平的一个 P， 哎，先减速，先减速，外圈刮平 A 一个 P， 先减速，啊接，兄弟们呢？队友呢？没队友。走下中吧。剑圣刚才来，我估计能都走。剑圣刚才没在。剑圣怎么能没在呢？不应该。可以，来来来，小龙小龙，龙，小龙小龙小龙，可以打可以打。别去红了，这时间段往红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谁高的累他了啊？防卫防毒吗？团结一点呗，我这把实在是没办法。能不能团结一点？你那维鲁斯刚才来小龙对面就团灭，团灭就接大龙，那维鲁斯跑去打红去了。哎呀，能不能团结一点？我是真没办法了。我要跟自己玩，我都不求你。我这把子真是个废物了。每个魔王都有寿限，其中有些尤其短命。去吧，我就来。能炸一下吗？我一个屁！没办法，不团结。真正的英雄以君王的骨血为师。烈士军不团结是没法赢。但也不一定吧，看看对面如果冲塔，我拿一波五杀有机会。对面如果冲塔上个头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看我双高发挥吧，看看能发挥成啥样。你老说我做梦，我那天那把那退神那落手前期让猴打成啥样了，都那越个塔那不给送起来了吗？后边都无敌了吗？别急，不要了，走高地。不行，不要了吧，给了。我一个劈，结束一个劈，没人了，只能劈一个。
挺浪的。可以啊。哎哎哎，小兵！我千呼万唤着的，别把高地给打掉了。看 ADC 不想赢， ADC 不是不想赢， ADC 是他的这个水平啊没达到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剑圣可以，剑圣没疾跑啊，没有疾跑啊，有几把了吗？就是菜呗，还可以这么说。你像小龙，他那波他去红，其实那就是一个机会。你能把握住这波机会，那你就可以翻。你把握不住，那这机会就一次，没有就没了。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是一个机会，他只知道逆风发育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他妈这咋这么多雷呢？放这么多雷要干啥呀？来个人啊！哦，没有视野，吃这波线就是给对面机会。那你对面有60%的概率过来抓我，还有40%的概率去打大龙，那我就要卡这40%的概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家劣势，这我不得找地方吗？那我得找地方吃线儿啊，赌一手呗，那看看对面抓不抓呗。你没法彻底杀我。那他们要不来抓我，我不小吃一手。我们家下半段没视野，大龙没有视野，大龙肯定是守不住，打也打不了。我减速一个屁。飞机我是真没办法，我是真笨的。
我是孙笨呐、啊！我但凡能有点办法呀，我也不至于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是真追不上啊！下去哪儿？跑得太快了。四虎虎，来来来来来！先杀鳄鱼吧，这俩子，打铁路，喂，圈光，先走一走，这蓝天伤害有点高。玩甲吧，杀冷了，风龙魂没没吧？十五级要杀十六级，那鱼装备没有我好，我杀他能杀。只是蓝枪来就不行了，那蓝枪四件套，有轻雨打人有点痛，我怎么感觉这把要赢了呢？他们不好好玩啊！看来死神也要赢了，对面不好好玩。错觉，不信我。你不信我，我们家有剑圣的飞机，我装备差一件神装，这好难啊，没闪啊！鳄鱼闪现了，没闪现就好了。他闪现我逼不出来呀、啊。寒冰也有闪。追不上人呢，剑圣，给我收剑圣，全没有闪，给我一个扣收俩，回头收我 ADC， 他妈了个巴子的，一百个闪现，操！下一波你们都没闪啊，下一波你们没有一个人有闪现，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下一波就是我的修菜门，我不用你们疯着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就算死亡也不能禁锢我。大龙吧，家不要了。没有大龙也是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诸神消散，混沌吞噬大地。来来来来来，大龙大龙大龙，快快快快快！家不要了。我给他扛。你敢劈！你敢！快跑，直接回家！这咋那么多闪现呢？
我就应该回家的，我他妈没回家，哎呀。我要回家，这波还不能被一波，我没回家。我管那乌鸦干什么呢？你说我管他干什么？哎呀！你回家呀！我看那乌鸦上了，我寻这波应该有机会。这乌鸦哎呦一打一波，万一打过了呢？我寻我试试吧。完了，乌鸦死了，我被留住了。拉倒吧，下一把吧。